摘摘姐姐擦一个，擦一下。哦呀，那抱一下，姐姐抱一下。好好好，秋千原谅他好吗？他知道他做错了，就去那个下，然后去丢垃圾桶。难怪这么那么反常，在那边坐站着都不动，就说这孩子一定有问题。我看看。难怪蔡耀腾站在那边动都不动。那个小洞洞哦，乖乖起来抱抱。啊。乖乖哈。就是帮助你哈，是你哈。他也快要流哭了。以后要小心哦。他也快要哭了，他站在那边，我说这孩子今天不对劲，站在那边倒他太小，他还不懂事。看起来像十八岁。哦，啊，你很棒，来，给你吃这个蓝莓，这很好吃的哦，吃吃看。蓝莓好不好？要，你先拿着带回去吃。他演的，拿回去。我姐姐送给你吃。来，这是给你吃。啊，你要接受他的道歉好不好？他要送给你吃，送给他，他要养，他没有朋友，养，养他。